这有死耗子诶，走，我们走，我带你去见女主，把你送给她吃。你先下去，我再陪你下去。什么？你他妈在逗我！我以为下去之后就直接过关呢，底下他妈的！他脑袋还把这个箱子往前撞了一下。C，这游戏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恐怖游戏，它只能算成类似于《Inside》的《地狱边境》那样的，剧情像恐怖游戏，就是剧情有点吓人，然而实际游戏流程就是很有意思的那种。然后我们选择篇章，DLC 要从这里边才能进入，这个是。我们之前录制的那个女主，这确实是妹子了啊，因为这才是男孩子。底下这一章节，这个新的章节叫做深渊还是叫做深海，我给忘了，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应该叫深渊吧，应该是叫深渊。因为，哎，深海。深渊都差不多一样了，因为本身它就是在一艘船里边嘛。这个就算你换了章节，也是在船里边，全都是在船里边出生的。他们是在船里边的一个世界，世界观讲的是，所以说的后面剧情可能是要到深海里边。男主噩梦惊醒，发现自己在床上。这里是第一个女主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女主也是路过了这个地方，只不过没有在这个地方深究，她只是被关在这里边的其中一个孩子，噩梦惊醒了而已。好，我们看看，这里还能看得见长臂猿在这里抓小孩呢，可能抓的就是之前的女主。还让他给跑了，我记得长臂猿抓人是不可能抓丢的。哦，已经抓到了，可怜。好，我们走起来，看看我们现在位于的位置。我们应该是在最上面那一层，还没有被长臂猿统治的世界，我也不知道。这里我们剧情也来过，之前的剧情，那个肮脏的床。这个地方是谁照着，只要被眼睛照到，就会秒杀的眼睛。底下还有个小孩在那躲着只眼呢，估计他也想逃出去。果然，这艘船上有太多人想逃出去了，不想被。听说他这个剧情很隐晦，是想表达对于社会跟世界的缩影，但是我没有太看出来。可能我们这些逃走的小孩都是那些不想被社会和现状所拘束的那些小孩吧，叛逆的少年们啊！趁着眼没有扫到我们，赶紧溜一波。那个小女孩跑了，我们要不要跟上她？一会儿吧，一会儿吧，等这个眼扫完了，不然一会儿死了。跑还挺快，我靠！一个妹子跑这么快，科学吗？但是这游戏的剧情太隐蔽了，导致玩家一般都看不太懂。我也是，到最后你可能都，一般玩家可能到最后都读不懂这个剧情，就玩了个爽。好的，我们来到了之前那个房间，这也是之前的场景，但是我们要逆着之前的剧情走。不小心撞了个东西，应该没人抓咱。那个之前这个地方是通电的，现在没通电，我们可以趁这个时间赶紧逃离。
电闸估计是被之前的女主给关到了。这个双马尾，这双马尾，双马尾的单马尾，双马尾的妹子正打算越狱。好，我们追随这个妹子一块逃出去吧。拿个箱子垫一下脚，人家妹子怎么上去的？我靠，你明明应该比妹子高啊，不然你怎么追求人家妹子？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卡这儿了。哎，有这么沉吗？好，我们爬上去，追着妹子的行踪走。哇，妹子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布拴成了个绳子，直接下来的。哎，感觉他逃得比咱快啊！我靠，你才是越狱的高手吧？赶紧追上去！我发现这种类似于这种画风的游戏越来越多了，什么《Inside》《地狱边境》，还有《校园梦魇》，都是这种横版的 3D 状态。我们现在前往的应该是船舱最底部，最底部的话进水的几率会高一点。哦，真能爬上去！这女孩直接失踪了，我找不着她了。哦，应该是朝这边跑了，刚才没追上，也贴不上去。我得拿个东西垫，怎么才能上去？这拿得了吗？嗯，可以可以，箱子这个提手可应该可以挪动一下。这边还有罐头，这应该是船舱最底层的隐形室之类的。我们应该因为水都漏出来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到了底下了。小男孩的脑袋没怎么样啊。不是挺正常的，这个好难移呀、啊！哎，正好我们上来了，直接翻过去，拿到了手电筒。之前的女主是一个打火机，这回男主是一个手电筒，比之前的打火机好多了。打火机看的范围太窄了，手电筒可以照很远，这样安全一点。哎，我怎么翻不进去？进去了。哦呦，又是这种。这种奇怪的生物，黑不拉几一大坨，憋着要怼咱。我操，他在水里边游这么快的吗？黄鳝是你吗？今天想钻我？蛇吻怪啊，水蛭，直接跳去。划铲，跳跃。他这个在水里边溜的是真的快，呜呜呜！赶紧溜！皮皮扇是你吗？哇，从这掉下去就完蛋了，不能失误啊！走，好，我听见了类似于下水道的声音，这是什么情况？这地儿是难道是下水道吗？应该是没东西，这水底下，直接游吧，赶紧游，游快点，免得出事儿。这个船多大？而且它这个船，我之前看之前剧情，它这个船的形状很奇怪，类似于一个龟壳一样，我也不知道这船是怎么造出来的，可能游戏厂商就是这个审美吧，总会有奇怪的声音。嗯，这怎么过去？把木板拆了。这木板直接掉水里边，会不会引来奇怪的生物呀？看这水浑浊不堪，没准真的有东西。左上角有奇怪的动静。快点游，快点游，快点游！有什么东西追着我？再见。宝贝儿，还冒白泡呢，可能是暗恋我的那什么吧，美人鱼吧。
敌意，人家黄山把这给堵住了，水质把这给堵住了，这怎么办？拿罐子给他们砸下来吧。走你，行行，工头叫你们搬砖了。Oh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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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你为什么要作死啊？恶心死了！キモジワルイ。我们接着往前走，来到了一个管道。哎，男主脚上是什么东西啊？哦，我脚上是一个铁链子。男主是被关在这个地方的。听见什么声音？估计没东西。别突然钻出来点什么奇怪的东西就出事了。好深啊，这个地方应该能往上爬。水质，这应该是奇怪的生物，官方也没说是什么，应该是会稀释生命的那些奇怪的生物吧。打不开这个阀。哦，闸在这儿了，你得爬上去。这么远可以吗？够得着吗？差点，试一下，走。行，灯亮了，我们应该能打开了。时间快点，别回来，它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哦，它这个是用来加水的，这是个洗衣机吗？还用来加水？滚筒洗衣机鼓上线啦。嗯，够了。哎，你不能保持在一个水平吗？哦，可以。哎，不可以，它就不能不动吗？保持在一个水域。洗衣机库血亏，应该可以啊，但是他这个不好找。啊，趁现在！不行，晚了一步，完了。他这个可以停下来，但是找不好这个缝隙。不用时间，它这个是可以的。就跟密码锁一样。它老是往回动，很麻烦。加满游不过去的，你得正好到那个才行。好，刚刚好，我们走，应该能游过去了。可以的，好吗？这女孩跑的也太快了，我觉得女孩早已经被我们跟丢了，因为都没有，都不见人影啊。第一不见人影，第二，如果她通过这个地方的话，应该动了某些阀门，倒是我都现在也没有看见她的足迹啊，估计已经死了。被那个怪物给吃了。Oh shit! 我怀疑那妹子被他给吃了。我操！他还会撞箱子的。我操，他会撞箱子，他为什么要把手电筒扔了呀？很奇怪。哇，这个怪物智商好高啊，还会撞箱子，把我给撞下来了。并不是水质蛇纹的，咱是这个怪物，估
过太贱了，我不能在一个平台上面停留太久，不然他会撞的。哎，沙发你怎么撞啊？你劲儿再大你也撞不了沙发呀。撞啊，嗯，撞啊，傻嗨。还在底下，好，趁现在再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他这个游的时间没那么快，好，上来，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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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找个地儿躲一下，他应该还在那边了吧？还是说他能看得见我？我从这边过去有点太远了。哎，我有个招，我先把他引到这边来，然后一会儿我再跑去，这样的话时间刚好够，我来勾引一下，太好了。嗯，他过来了。好，他现在过来了。我们把手电筒关了，直接跳去，让他反不过来。哎，走，好。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这怎么办？我怎么跳上去？这箱子不能移，太沉了。他不会游过来了吧？这么恐怖！嗯，爬这个呢？爬不上去。这应该是洞上面这个阀门，但是我上不去啊。你先把它吸引到这边来。哦，从这边，这边有个柱子，可以从这边跳过去。好，什么东西？这是个啊？他是被水，他是被那个怪物给啃了吗？好，让他固定到这个地方，然后咱们跳去，然后再抓那个钩子跳去。好大一坨，估计是人肉，不用想了，看那只手就知道，尸体。那个怪物正在吃它，这叫储备粮。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跳去抓的是那只手，还是抓的那个袋子呢？不是妹子吧？那么惨的吗？妹子应该是全身黑色的。嗯，预备。哎呦我操嘞！哎呀呀呀呀呀！狡猾，狡猾，这个实属狡猾，真狡猾呀！我只能踩着他走啊。太实在了，干。他娘的男主太实在了。稍微一点点就 OK 了。能到钩子那儿就行。和钩子一样高就行。还是高了吧。一点，差不多能踩上去吗？我不行啊，这还是说我爬错了？还能回去吗？不行，他最高只能爬到这儿，他你就不能踩在上面那个
袋子的杆子上。还能回来，很起，摆不了，它太沉了，摆不起来。还是矮了，刚好。好，行。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它是个圆形的。我怎么能让你抓得到那个钩子呢？这是个问题啊！震惊！震惊！居然抓住了！荡起来啊，大哥！很慌张，很慌张。把这个鱼头扔远点。这个玩意还得，谁一直在扔这些不要吃的鱼？哦，可能是厨房的那几个厨子吧。你们还记得厨房的厨子吗？把这个扔完，咱就赶紧溜。行，他吃还需要点时间，趁这个时间赶紧溜。可能是厨房的厨子把那些不用的鱼都给砍了，扔在这个地方。这应该能爬上去吧？喂鱼模拟器，这有一个，我操，这么沉！这有个桥，哎，刚好。过来，这边有个门，画风不太对啊，够不着了。这门过不去的吗？哦。哎 ，fuck， 又是水，这不会有怪吧？干了，这椅子不够高。哎，那有个阀门，这没怪就好，这没怪我就不怂了。这是下水管道的阀门吧。好了，我们该怎么下去呢？从这爬下去？可以从这爬下去。别怕，别男主给直接摔死了。哇，你们这个椅子和书桌都可以啊，这个质量，这都嘛事没有，就跟新的一样，我靠。罐子里装了什么东西？哎，这椅子 bug 了，这罐子里边有东西，我们去救一下。No shit！ 这关就到此为止了，是吗？靠，能不能直接跳过去？啊！哎，居然没死！哎，我靠，震惊！这个怪的声音有点耳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森林里边的那个怪的声音。
我拿什么弄死你，我的黄鳝？这咋整？没事，反正黄鳝在，配什么黄鳝？水蛭在陆地上跑得慢，咱们来一圈就行了。毒液是你，我是蝙蝠侠，你不认识我了吗？呸，我是蜘蛛侠，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们要跟这个水蛭斗智斗勇啊！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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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上，把门关上，把门给人关上。哎，好孩子，要关门知道吗？溜了。果然这是动力室啊，这还有保险丝呢。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排水的。不能排完吗？哦，我操，有电的。那我岂不是要被电死？这电线怎么办？我明白了，要踩着箱子过去，不能碰到水。马桶冲水键，OK，I got it， 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过了。先把它给水冲了哟。这样把两个箱子摆到差不多能适应的样子。怎么过不去？水有这么深吗？到这儿刚刚好，能跳过去。呜了，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排水闸门爬上去。然后开始，直接走。Oh shit！好吧，我的错，我他妈的瞎动什么？我他妈瞎动什么？狡猾，狡猾，刚才是狡猾。男主光脚了，知道吗？男主光脚太滑了，好不好？这有死耗子。走，我们走，我带你去见女主，把你送给她吃。你先下去，我再陪你下去。什么？啊！你他妈在逗我！我以为下去之后就直接过关呢，底下他妈的……他脑袋还把这个箱子往前撞了一下。你是害我呢？你是救我呢？我脚又滑嘞。哦，他那个洞是跳下去会死人的，我不知道。这不坑爹吗？这么大个洞啊，谁都想跳下去，谁都想杵一杵，好吗？这里是洗浴的地方哎。把老鼠扔上去。哎，老鼠这么有弹性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不行，老鼠太纯了，用不上去。算了，不要老鼠了，滚犊子吧！好他妈大一只水鬼，总算看到你庐山真面目了。敲箱子了呀？还是说我不看神童的话，他就不知道我在哪儿？来了！完了完了完了，时间不够吧？哎呦喂！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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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溜了，溜了！时间够，我操，不够！哇哇哇哇！哇，干你妈！哎，干你妈！哎，干你妈了！啊啊！我都爬上去了，我都爬上去了，你他妈抓着我的脚了吗？你这是？哇，讲不讲道理了？这游戏，不能开手电筒，不能开手电筒，估计开不开都一样。果然。啊，开不开都一样，你开不开他都会过来怼你的。他游的是真的快，这个水鬼。我操，他扭头了，还有这种操作啊！不是女水鬼，这明显是个男水鬼，还有这种操作？哎，为什么不吃东西啊？我靠！我以为他就只会朝着食物。老子他妈以为你饿呢。没想到你不饿呀。哎，我看你跪着怎么怼？我操，你劲儿挺大呀！啊，牛逼呀你！看不见他，你这不能离这破地儿远点？嗯，等他离远了，咱们就直接跳过去好了。Hello， 大兄弟，来呀！
此时正在敲。来了，他要撬！姨妈大！我爬！我能跳过去吗？看看。他正在底下盯着我呢，就在那船底下。怎么有俩水泡啊？等等，难道这个水鬼有两只吗？我操！看他那双手在那儿摇摆，仿佛在给我招手说下来呀！啊，差点。这怎么办？这船能不能摇起来啊？好像真的可以。不行啊，摇不动了。大爷来玩儿，大爷来玩是最骚的。我不快活，我一点也不快活。这海盗船能不能摇摆一下？你这不摇摆，我觉得我下就是死。怎么办？这死了，我觉得就完蛋了。爬不了吧？爬不了。这船看似是能摇的，你看我这儿。你看，只能摇成这样了。你最好就是能给它摇到掉下来，就是最棒的。那只能摇成这个样子。这有用吗？这有用吗？没准有用呢。啊！我操！你逗我呢？这他妈的！哦，好猛啊！哎，他撞了一下之后，是不是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所以我能这就过来。所以说很简单，速攻就可以了。这边是后面的关卡，靠！还是说我能从这边啊？不是，绕不过去。哎，不对，这能爬过去吧？啊，这个叫什么？唯快不破，我他妈还给扔过去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 DLC 讲的是男主的故事，男主的故事就没什么小三角了，只有水质。只有水质跟水鬼，全都跟水有关，都很恶心。这边能爬上去？这不爬上去没有任何意义啊！
哦，拿了好多，我们可以把三角给递过去，是吧？看看能不能扔过去。No fucking way！我纸都扔过去了，为什么？哦，不行，我不能，我们不能直接从这边跳下去，会摔死的。我们原路返回就可以了。不，男主一直在，之前是一直在追随的一个小女孩，现在小女孩没了，找不着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们，她肯定被吃了，不用想。因为到这个地方，你已经根本找不到小女孩的足迹了，估计已经被水鬼给弄死了。虽然说小女孩跑得很快，但是不用想，肯定死了。然后男主最后没准不小心找到了女主。看能不能直接扔过去，太远了，别回来。哎，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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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被女主吃了，对，最好别看见女主，不然会被女主吃了的。好，这个门打开了，别他妈是定时的，那就很恶心，真的是定时的。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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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想，不可能。看看有什么东西能把它卡住。不行，这地儿除了木板啥都没有，没东西能把它卡住了，只能靠这个速度喽。我们想啊，这关卡肯定会有难度，这种东西。你觉得你们觉得纸有卵用啊？纸都化了吧？纸都没了，好发，倒是有俩罐头。纸没了，纸化了。你家水不，你家纸不溶于水啊？这俩罐头没准垒得好，能阻止一下。靠你们俩！我觉得纸没有卵用，你们信我是吧？纸的那个硬度怎么可能呢？就算我这样，他也不能。他就不能把两个罐头放在底下呀？啊！我操你个滑铲啊你！亏你还是个男人，真的是，女主滑铲都比你溜，好不好？真的，女主滑铲都比你溜，刚才滑铲就过了呀。什么？死了？你他妈骨折了是咋着？滑铲能给你划骨折了是吧？哎呦！气死我了！死了是什么操作？怎么就死了？哎，怎么死的？你告诉我。你给我个解释好吗？
放屁呢，我得被门夹了。刚才刚刚好，正好人就过去了。Shit！ 气死我了！这游戏不讲道理，这游戏已经不讲道理了，过分，知道吗？我头又大了，我他妈头哪里大了？拉过来吧，拉到正中间，刚好咱也不用费太大劲儿。算了，他为什么要从这儿开始？从刚才那阵开始多好。跟水没多大关系，主要就是刚才操作问题。我日了你娘哎！我日了你娘哎！哎，我真日了你娘哎！这难受，难受到窒息好吗？痛苦到呕吐，真的是。真的难受的一腿儿，难受的一腿儿。终于，妈的！他这个操作可难了。哎，等会儿，我先把箱子给调整好。把它摆到中间间。够中间了吧，别太中间被这个柱子给挡着。哎，哪个设计师在这设计了个柱子，我真是要拿这只柱子捅死你们家所有的人。日的设计师了，非要搁这摆个柱子吗？多影响美观，真的是。不成功变成人了这回。哦，啊，哎，终于，哇，感觉自己没这辈子没白活，我靠，我真他妈应该庆祝一下。行了，我们可以庆祝一下。这辈子没白活，可算是过了。哎，我操，这阵都有水怪。这地儿都有，为什么？哇靠！感情这破地儿都有啊，万能啊！你们这是，我操！我操！你给人弄醒了好吗？谁让你进人家？哇靠！碎了，我的天啊！哎，姑妹呢？我错了，恐怖，苦阿姨，哥们儿，别睡了，别睡了！哎哎哎，出事了！哎。这什么操作？我感觉他阻挡了我的荡秋千计划。他妈，整个脑袋都在摇摆摇摆。
最大只能摇到这儿吗？你小时候没有玩过荡秋千吗？掌握好重力好吗？他妈，这孙子是疯了吗？见啥拆啥。哦，shit，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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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这有个门，这门摆的地儿，这有什么用吗？这有什么用吗？这电视。哎，我看见个阀门，来生再见，妈了个鸡的！哦，操！幸亏这个服务点，幸亏这个服务点。不然我就 GG 了，这门又开不了搞个毛毛啊！为什么跳不过去啊？有这么高吗？有这么远吗？难得可嘞！委屈。抓灯，我他妈怕我被电死啊！哇，这是太刺激了！我操，哥们儿，哎！我靠！震惊，难受，委屈，憋屈，太鸡巴突然了，这也太他妈突然了，这哥们儿直接恼了，直接过来怼我，这么血腥的吗？我靠，这么汉子的吗？咱就不能不着急，等一会儿不好吗？刚才差一点。哎，我放不放手都是死，那我不放手啊！然后又得从这个地方再来一次。他要怼，他没怼。他要怼，他又没怼，他要怼，他还是没怼，他到底怼不怼？你不怼是不是？没怼，老子送你一个小电视，接着吧，您嘞，送你一个小电视。应该被电晕了，我们趁这个时间赶紧逃。我操，还有这种鬼畜的操作，爽了吧？送你个小电视。我这不是暗示，我这是明示了。哎，这就能走吗？这什么地方啊？这有瓶药。男主在干啥？拿到了个什么东西？男主是拿到地图了吗？哎，男主拿了个什么呀？也不给我们看，在搞什么呢？感觉怪怪的。男主从罐子里边不知道拿出来了个什么东西啊？
就给塞到菊花里边去了。这瓶子留着吧，没准有用呢。行吧，这瓶子没有用了，我们把它给砸了吧。没喝，他没喝，他瓶子里边是张纸条。哎，就是那无情无义，好高啊。嗯，估计是信件吧，可能或者地图。我操！搞毛啊！这楼上怎么有一个长臂猿？然后我就被抓了啊！这不是女主吗？你怎么也在这儿？哎，等会儿这个剧情眼熟啊！然后女主，哦，这个地方跟之前的女主也有交际啊。我们只在这个地方跟女主见过一面，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就结束了，男主最后还是没能逃得出去。但是，男主拿到了那封信，所以说他们俩被关在笼子里边的时候，男主把那封信给了女主，告诉女主应该干什么。所以，在男主生命最后的一刹那，告诉了女主如何变成 BOSS 的方法，就是让女主吃掉所有的东西。之后，女主开始各种吃，变成了整个世界的霸主。所以说，如果没有男主，也就没有剧情里边的女主。心疼男主，这个 DLC。挺便宜的吧，他11月还要更新一个，现在7月份的 DLC 更新了，11月份还要更新一个，然后明年1月份还要更新一个 DLC。妈，你们就信我一次好不好？没骗人。哎呀，你们就不能过度解读一下这个剧情吗？是吧？自己一个人猜猜猜肯定没有意思呀。是这样的。咱们刚才玩的是小小梦魇的 DLC， 讲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男主的故事。男主很悲催，帮了女主，然后自己最后还是被抓走了。可能10月份可能要换一个主角，或者明年1月份的 DLC 讲的就是他们三个，或者说他们俩逃出去的故事。可能下一个 DLC 讲的是小三角的。啊，都有可能嘛。